刘源，你看咱俩拎这么多东西，好像是这种拜年的感觉呀。真的是，我们是就来选购年货来了。哎，其实我们俩今天拿这些东西呢，并不是去拜年的，而是我们来拜擂主的。没错，我们要发给一会儿我们守擂赛守擂成功的擂主。哎，是的，我们今日欢乐颂呢，总是要给大家送上非常多的惊喜，所以今天的惊喜呢，就是我们拼在一起的。哇，好有年货的感觉。哎，三连发啊！哎，一会儿呢，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神采飞扬的守擂赛了。哎，守擂赛，我们的擂主呢会获得非常多的奖品。来，我们现在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说擂主守擂成功第一关，哎，一场会获得的是就会获得由立白提供的立白皂液一盒。哎，这个不伤手的天然皂液非常非常的棒。没错，非常 nice。哎，如果守擂成功两场会获得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九九爱六凉面一大箱哦。这是我的爱呀。成功三场会获得什么呢？最后呢是非常棒的，就是来自五粮液的干一杯。然后这个酒非常棒，你看现在也是过年的期间嘛，然后跟爸爸妈妈跟亲朋好友共同来干一杯。就是这么多的东西，如果你三场守擂成功，你就全部拿走了。哎，对，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天的擂主把所有的奖品抱回家。嗯，没错。接下来好，我们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守擂赛。红黄两位选手绳上 PK， 先掉落的一方为负，获胜一方则为擂主。守擂成功三轮将获得终极大奖。 PK 过程中双方不得使用暴力恶意攻击对手，违反者直接判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让今天的选手们登场了，我们一起来目睹他们的风采吧。好，有请选手。来，有请。哎呦，这两位就是黑白配哟。而且这两位的身材好像差不多。哎，哎，是的，看来是实力相当。你好，请问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岩江，他们都叫我大江。大江，哦，大江，大江，大江大河的感觉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张伟。张伟，很伟大的感觉。没错。我想问问帅哥，你今天有没有才艺展示？俯卧撑吧。做俯卧撑啊？好，俯卧撑十个，十个起坐。你表演什么才艺？啥也不会。那你也俯卧撑了，两个人一起来做。来，俯卧撑十个。一起做个俯卧撑吧。准备，开始。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上赛道。热身完毕，上赛道。好，准备开始，看看新的擂主会是谁呢？二位谁会守擂成功？哇，他俩真的是身材实力都很相当的感觉。确实，就看谁先呢，身高也差不多，占得先机。哎，要勾住对方的支撑脚或者夹住他，漂亮，好厉害、啊！对，然后压他，把他压下去。哇，大反转呢！对了，就是这样。我纠纠缠缠，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。到天涯，哎，要见分晓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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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缠绵了！漂亮！恭喜擂主！好，我们下一位挑战大江的挑战者来上台。好，有请挑战者。来，你觉得？这个擂主的表现，你有 nice， 那你接下来要不要表演一个比他更 nice 的才艺？对，敷面膜呀，直接惩罚是吧？不行不行，他们刚才都是俯卧撑，他也俯卧撑好了，也可以，十个俯卧撑，十个俯卧，那要公平一点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好，好的，上赛道，上赛道，这样就公平了。他可以主播休息那么十秒钟。擂主守擂赛第二轮，现在开始。他们俩怎么一直面带微笑呢？你说，他俩不会放水吧？我觉得他俩有可能认识。我们的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都看着呢啊！其实我觉得认识这事就好办了。就大不了说，哎，你跳下去吧，给哥点面子嘛。另外一个，哎呀，行行行，我跳了。或者说你跳下去啊，你不跳下去，我给你女朋友告状。那天吃饭你带的是谁啊？你别说，另外一个乖乖就跳了。他们俩现在在商量着这事儿。哎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啊，谁接谁底儿啊？你好，你好。这
好猛啊！这是挠痒还是怎么着啊？他俩果然认识。这是在挠痒啊！加油！加油！稳一点噻！直接加油！哦，雷局要被打下去！打下去，能不能压下去？反转了！能压下去吗？把他。哦，太狠了。这好像猴子倒挂金钩的感觉啊！一只猴子和另外一只猴子重叠着。我觉得现在最惨的是我们的绳子。天哪！天哪！太纠缠了，好纠结呀！它让我想到一个词儿，叫拧巴。他们居然跳了一根绳子。太拧巴了！欢迎我们的绳子会断吗？好的，漂亮。挑战者获胜。好，挑战者，恭喜你获得了不伤手的李白天然造诣。好，有请下一位挑战者挑战我们的新擂主。Hello， 你好。好。你今天有没有带来才艺展示？俯卧撑吗？俯卧撑，好，十个。现在都会自助选择了。好。哎，这屁股。来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上赛道。上赛道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看看现在我们的手擂能否成功。这俩人又是好朋友，你是朋友和朋友之间互相相残干嘛呀？哎呦！不带这么放水的啊！哇塞！猴哥，你真了不起！哇，他们俩究竟谁是孙悟空呢？真假孙悟空？对，别让他抓住绳子。你们究竟谁是真的孙悟空？要压下去了！孙悟空！哈哈哈！怎么样？刚才落石的感觉如何呀？啊！来，现在看你们会不会双方继续落水？准备，开始。看看这一轮他们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呢？哎呦喂！一来先练练颤抖功，蹦迪的感觉，蹦床的感觉啊，蹦蹦床，对。好像小时候在游乐园玩蹦蹦床。我们的红队的帅哥不会又喂，往前走了，有，往前走了，快！哇塞！新一位擂主诞生了，来，有请下一位挑战者。嗨，看看下一位挑战者在哪里？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觉得你的体型 PK 他，小 K。再那么硬，有都没得问题。我切了。哦，你切了，你切吧。切吧。来，挑战者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现在的这位挑战者，他在身高和体型上是有明显优势的。但是我们的擂主呢，在智力上可能还是有点优势。你看他。对，我们擂主真的太聪明了。真的，他是靠脑力取胜的。是的。哎，今这一场体力和脑力，你看，哎呦，他好会，哎呦，炸火，他就是那些，哎呦，来真的，哎呦，真的，好厉害啊！再那么硬有都没得问题。好，恭喜你第二轮手擂成功。来，有请下一位挑战者上场。来，请。哇，这位挑战者发型好帅哦，奶油小帅哥。你好，请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叫张凯，然后今年18岁，来自成都。哦，18岁的小凯哥，鲜肉。有没有为我们准备什么才艺啊？今天啊，没有才艺，不行，长得帅，小鲜肉不表演才艺不放过关。哎，你看，一般来的鲜肉呢，家就哎呀，要扭着人家。就是多停留一会儿喽，唱唱歌或是跳舞喽，真不会啊？唱个歌吧。十个俯卧撑，他们都做了的。十个俯卧撑，来。好，一、
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请上赛道，来上赛道。好好，我们的擂主在那儿好像跟打坐一样的。好，准备开始。究竟是我们的鲜肉能够挑战成功，一鸣惊人呢，还是我们的擂主最终拿到手擂大礼包呢？这个实在是不好说的，我们的擂主实在是……哎呦，直接夹住，能不能压下去？有没有机会压下去？我们擂主有勇有谋啊！明显我们的擂主很有经验啊，但是我们的小鲜肉非常的淡定。对，之前擂主稳得住，压下去，敌动我不动。来，鲜肉，看你挣扎到几时。反击，先把他的脚从你身上。我觉得可以不用反击，让他累死了比较好。他累了自己就掉下去了。哎，我们的擂主真的是好累啊。这个加了没有。原来擂主的擂是很累的累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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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鲜肉下去了。哇塞！刚才我们的擂主的表现真是非常的棒，要恭喜他获得大满贯，把我们所有奖品带回家。没错，确实呢，一个是实力非常的超群啊，确实他也比较辛苦，这三轮的比赛终于是守住了自己的擂主位置。是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非常期待新的擂主会是谁呢？哎，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挑战者登场。有请，来，是一组女将哦。是的，你好 ，Hello， 美女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刘露。刘露，你有没有信心赢他？好，信心，你的信心在哪里？我的信心就那么一说，在心里。你的呢？大家好，我叫王丽。王丽，你好。有什么才艺展示？没有才艺。没有啊，你也没有啊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就惩罚一下他俩，来上道具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看你们自己、哦。对对对，看你怎么把它弄破。你这样横一点哦，对，就这样横一点哦。谁的面膜先破了，谁先上赛道啊？你们两个太温柔了，怎么在赛道比赛呀？快一点喽！真的是太温柔了。好，我送你四个字：扭扭捏捏。好，恭喜成功，请上赛道。准备，开始。好，两位。黑衣，哎呦，哎呦，让他上不了赛道、哦，吓都不敢吓我。哎，这是一个方法、哦。我怕，我怕，我怕，好怕怕哦，他不敢走了哦。你可以使劲甩那个绳子，让他上不了绳。对，你就使劲甩，他不敢走。哇、哦，他好怕哦。左右晃。他真的好怕哦。对对对，用自己的身体晃晃左右晃。你误导他，他把自己再晃下去怎么办？晃，加油加油，把自己晃下去，加油加油，晃下去，晃下去。走到赛道中间来，两位。耶耶耶耶耶耶耶！居然率先上脚了。哦，果然优势明显啊！好，我们的擂主已经诞生了，请回到出发点。恭喜你获得了不上手的力白天人交易，有请下位挑战者。你好，妹妹，请问你今天有没有信心要赢他呢？有。你的信心在哪里啊？我颜值高。你颜值高，好，颜值好像是比他太任性了。就我觉得他瘦还是有的，颜值这个事情呢是相当的。那个今天有没有表演什么才艺呢？没有。那就要来敷面膜了。哇，这没事，天然的吧，不怕。怎么还没破呀？你再往后扯呢？再扯，好，破了，请上赛道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看看我们这位挑战者，他非常非常的斯文，连敷面膜都不敢。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擂主可能胜的可能性会大一点。注意不能夹住绳子啊，只能用手握住绳子。嚯，好狠呐、啊！踹他！天哪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哇塞！啊，下去了。
有请我们下面挑战者。来，有请。你对挑战他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信心啊？为什么我觉得底气不足呢？到底有没有信心？有。那你有没有带来才艺展示啊？没有。封面膜。好，准备好。好漂亮啊！好，请上赛道。好，准备，开始，开始。究竟是第三轮守擂的擂主成功守擂呢？我们的擂主非常猛。新锐挑战者挑战霸权。来看一下，哈，又是虚晃，然后又是上脚。天哪，天哪！踹又踹，直上脚。哇塞！成功，恭喜你成为了新一代擂主。来，有请下一位挑战者登场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妹妹，请问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呢？大家好，我叫杨思思，来自四川自贡。索朗扬卓拉也下着雨呀，嗡啦索雷呀，哦啦索拉呀啦啦耶，多斯切拉格列多，多斯切拉格列多，多斯切拉格列多，多斯切拉多列多，多斯多斯多斯切拉呀，哦啦索拉呀罗拉呀，谢谢。你是自贡的，怎么会是藏歌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同学是那里的，然后他教我的。还以为你的男朋友是藏族帅哥咯。好，妹妹请上赛道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哦，要开始交锋咯。好，踹他。嗨，好猛啊。草原上的一个散花，用直攻花给他加个油噻！加油！直攻花加油噻！直攻花是这个样子，加油！你加油呀，成功了，请你吃冷吃腿儿啊！加油啊！哇，女生和女生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直攻妹子，在后宫的生活好难过呀！我觉得我们赛道比后宫还要崩溃呀！人家后宫是明争暗斗，哇，恭喜你！来位女生，来位女士挑战者，来。哎，妹妹，小妹妹，你好。你年龄不够不可以的，你要表现吗？今天是你参赛还是你的？你代表谁来呀？还是谁？我代表我的妈妈。代表你吗？你妈妈能上来吗？来，妈妈上来。好。看来是想用女儿先给妈妈做个铺垫。哎，妈妈是不是带女儿来帮你表演节目的？她帮我唱歌。好，我们有请小妹妹唱歌。小的石头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中，我愿不起一条舞台的路，让人们去迎接黎明并且欢乐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唱得好乖呀。一点都不怯场啊。对，我相信有了宝贝唱的这首歌，妈妈一定会表现得更好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请上赛道。好，拜拜，小妹妹，给妈加油哦。来，准备，开始。来吧。现在舞台上出现了这个对峙的局面，看看谁能赢呢？我们这位擂主对抗一位全新的选手。上脚，哇，也是速战速决啊，毫无悬念的赢了。
那么恭喜我们的擂主，你现在获得了九九爱六凉面超圆面的面，恭喜你守擂成功。成功了。你好，这个妹妹几岁啦？五岁啦。今天是来表演节目的吗？你要表演？不是呀，那你是来干什么的？唱歌。唱歌不是表演节目吗？不知道呀。唱歌算不算表演节目？那你就唱歌好了。好，有请。来，我们听你唱歌。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，我为燕子的微笑来，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。哎呦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、唱的小燕子啊，唱得很乖。然后妈妈有了宝贝儿给你的唱歌助兴，你要好好加油好不好？好的。好，请上赛道。宝贝儿加油，坐在那个地方等着妈妈。准备开始。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妈妈，还有我们的自贡美女，加油。非常有经验的擂主。好，两个人即将展开一场压腿之争。哎呦，好可怕，太血腥了，看不下去。这画面太美了，不敢看。哇，刚才我们的擂主的表现真是非常的棒，要恭喜他获得大满贯，把我们所有奖品带回家。没错，确实呢，一个是实力非常的超群啊，确实他也比较辛苦，这三轮的比赛终于是守住了自己的擂主位置。是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非常期待新的擂主会是谁呢？哎，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挑战者登场。有请。两位好像都比较有气势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喂，还是好有。我觉得你那边那个更有。哎，要顶个牛的感觉，你看这身高就赢了。请问上一个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潘永斌，来自自贡的。有，你老乡哦。有是自贡的是吧？你有是自贡话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嘛。大家好。大家好就谁了哇？大家好，全身通用。那我觉得也是，看下你这个是来自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子豪，来自福建泉州。有。福建泉州的。福建人。请用福建话给四川的朋友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你能不能用四川话唱一首歌给大家呀？我唱不了，唱不来哟。那么这位帅哥，你可以用福建话给大家唱首歌吗？我已经有十八招就这样。比如说这样的，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叫《爱拼才会赢》，你就爱比阿家贵呀。不是，这关键是他的四川话说的比好像比福建话还要好。那算了吧，给你们两个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本来想唱首歌就算了，那就只有你们非要逼我放狠招，做俯卧撑十个。来，就只有做俯卧撑了，十个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六六六六六，继续，他比你做的更多。八七八九十，好了，我就忽略他们的犯规动作了，请上赛道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这位福建的帅哥身高又是明显嘞。哦，是的，你为什么对福建又说是湖南话？对，我怎么说湖南话嘞？哦吼。加油！哦，双跳。看这身高就赢了。好厉害哦！厉害厉害厉害！秒杀。刚才双方都是想起跳，用脚夹住对方，哦、但是明显他的速度要快一些。是的。你面对高台之上的擂主有什么想法？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弄下来。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弄下来是吧？但是这一切办法不包含击打对方的头部和要害哈。哎，好的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在这成都张兵。张兵有没有准备什么才艺呢？给我们几个。没有。那就俯卧撑吧。太来，兵哥十个俯卧撑。太自觉了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请上赛道。上赛道。
接下来我们的擂主第二轮守擂，现在开 始。刚才他们其实差一点，刚才两位选手都想夹住对方的腰，但是都失败了，只能陷入到混战当中。十点，就看这次谁能把握住先机啊！十点，加油！又虚晃一下吗？假动作。我觉得这两位选手一定会喜欢踢足球，假动作好多呀。完全是斗智斗勇啊！十点，到底谁先夹住对方呢？哎呦！下次来到我们赛场之前，请先看看《孙子兵法》。哎呦！哎，有戏有戏，加油！擂主有戏，胳膊千万不要松。但我们挑战者也夹住绳子了。哎，我们挑战者真的好厉害呀！现在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，是一个僵持。僵持着，看谁能用？擂主还没有掉，不要掉，不要掉，好，漂亮！擂主再次挑战成功，第二轮守擂成功，好，恭喜你获得九九爱六凉面。想尽一切办法把弄下来，想尽一切办法把弄下来。请回到我们的起点。好，我们有请下一位挑战者。挑战者，来，你好，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杨拍，来自成都的小帅哥。你好，是，请问今天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吗？怎么还没上场就开始摩拳擦掌？是要表演武术的节奏耶。先给我们展示一个才艺。那就稍微唱一段歌吧。好，有请。最爱你的人是我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？就完了呀，坐再多唱两句。我警告你，你会被惩罚的。你可以选择再唱至少五句。算了吧，你再做五个俯卧撑就算了。那行吧，再做加做我再做五个俯卧撑，歌唱到一半，俯卧撑也做一半。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上赛道。Okay, 上赛道。擂主，这一轮挑战成功，你就大满贯喽，加油！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看看这一轮我们的擂主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？看我们这位挑战者，哇塞，漂亮，他好厉害啊！漂亮漂亮，天哪，太厉害了！一鼓作气，哇，好棒啊！哇呀呀呀呀呀！太猛了，他还没有完全下去，他的手还抓得很死。他们俩究竟是要怎样？哇塞，有点厉害，太好了，脖子都憋短了，哇塞，太懵了，好，这好猛啊！第一轮进攻进入到了僵持状态，两人稍微休息一下，商量一下，是回到什么姿势再重新来一轮，还是怎么着？休息好了就是再次发力哈。哎，看来擂主不死心啊，他觉得应该能把他不死心，一个板腰，一个板脖子，哇，他俩真是白起的，加油！哎呦喂，我们擂主真的是猛哦，擂主经验，遇到一个这么强劲的对手他都能守擂继续，擂主经验确实太厉害了。在这里要恭喜你，你获得了五粮液的干一杯，而且获得全部三轮守擂成功的大奖。是的，恭喜你，恭喜擂主。好，有请下一组挑战者登场。好的，有请二位。哇，这两位都是属于那种干瘦型的哈。瘦是瘦，有肌肉吗？是的，我想先问一下旁边这位帅哥怎么称呼？我叫谢浩。谢浩，浩哥。我叫陈百全，然后百全。好的，你有没有为我们准备什么才艺？你也没有。没有，没有才艺展示没有关系。两位男生，请先做十个俯卧撑，做好准备。来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、十，好，上赛道。热身完毕，上赛道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不能踹头，不能踹。不可以踹头，不可以踹海外，不要太狠。然后只要想办法让对方
被你 PK 下去就 OK。 来，加油。能不能把对方压下去呢？或者是把他的支撑脚给他勾掉？你们俩为什么就在原地啊？往前能走一点吗？亲密一点吧。对啊，你这样下被抖下去的话，哇呀，到底要怎么样？把他夹住，压下去。谁下去？来看一下是谁要把谁先弄下去。不要让他的腿再勾上来，这有可能是双双都落下去的一个局面呢。你要对，让他的腿，他们俩会精疲力尽的。让他的腿尽量不要勾回来，来加油。好，或者说有一个人的腿先勾到绳子上吧，不然你们会精疲力尽的。哎哎，好，有看到胜利的下巴，另外一个往下抬，好，就这样压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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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压下去，好，压下去，好，能不能两只脚来压他？哎，好，恭喜你成功。好，有请下面挑战者。来，有请，哇，这位眼镜帅哥，你好，来做个自我介绍。我姓周，叫我小周就可以了。小周，哎，小周哥，哎，小周哥，今天有给大家带来才艺展示吗？要不然就唱两句歌可以吗？好，有请小周。我的热情，好像一把火，燃烧了整个沙漠。太阳见了我，也会躲着火。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。谢谢大家。哇哦，好热情啊。我发现他唱歌的时候所有的摄像大哥都在笑啊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啊，我可能这首歌比较有共鸣，就让人听得会很开心吧。他长得也比较有喜感。哎，是是，我还是比较帅。我希望你待会儿在我们赛道上也呈现出一副非常喜气的样子哈。好，有没有信心 PK 掉他？必须的，必。好，加油，请上赛道吧。好，现在小周准备开始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哇，我们小周今天的这个衣服和袜子非常搭呢。他把自己裹得很圆润。他好像今天就是为了专门比赛而来的耶。大战一触即发哦。哇，小周好厉害啊！看谁？哎呦，现在比的是手上功夫，看谁先上腿。他不是，哎，弹跳力度非常高啊。来了，哎，要亲密接触了。嚯呀呀！要夹腰了。哇，好厉害啊！哇，累着太厉害了。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挑战者。来，有请下一位挑战者。你好，丹凤眼帅哥。嘿，还挺乖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大毛。大毛，哦，大毛。嗯，大毛今天有表演什么才艺吗？好的，来，有请大猫。我没有车，也没有钱，也不会说誓言。我只有一颗爱你的心，能坚持500年。就算以后你的脸会变得像方便面，我也要依然和你跑到永远。好，哇哦，这首歌实在太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觉得大毛心中暗恋的人是一个妖怪耶。哎，我还没问人家是单身还是这什么个情况。你问一下他呢。我正在征婚，我正在征婚。征婚啊！来，我能满足你要求的人太少了。电视机前以及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为我们的男嘉宾大毛啊现场征婚。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，他歌里面唱的人500年以后变成方便面，关键是谁能活500年呀？只有妖怪了。好，请上赛道。来，上赛道。中国经济进入。新闻